当时是当台北市长，除了只能顾好台北，你知道当总统就顾好全台湾。那个讲啊，这样的去讲的人该做的为什么不做呢？那现在就可以做了，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。你公平化不好，起码很熟悉的也是在做，不准。那个我当然我信的总统可以在做。表示说现在总这个现在这个政府无能嘛。第一个问题哦，他在问说那个庇护工厂哦，为什么会只有在台北市大概占全台一半呢？可是其他地方就比较少。我跟你讲哦。 在哪里？这种事情本来就应该做，因为我当时是当台北市长，所以只能顾好台北。你知道当总统就顾好全台湾，那个讲啊，这样的执政的人该做的为什么不做呢？但现在就可以做了，所以就是现在这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。你公平化不好嘛？哦，起码很熟悉的也是在做，不准。我当然我信的总统可以在做，这就是表示说现在总这现在这个政府无能嘛，就投降。第二。 他刚才要问一个题目，庇护工厂要财务平衡困难的，所以本来在设计上就是说，你知道 BOT 的概念不是政府不出资，而是如果要出同样的钱，哦，效果更好，或者是要达到同样的效果，支出比较少。他说这本来就在庇护工厂就要计算说，我每年大概补助你多少，你可以有最有效率。
那原则上是这样的啊，庇护工厂它还是一个社会企业的哈，所以它虽然它有是受社会公益事业、社会公益，但是它仍然要注重企业的效能。那所以本来在回答它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说本来就没有预期要庇护工厂一定要财务平衡，在一个程度上它还是要被补助，只是说要补助多少啊，这个大家要谈。而且不同的庇护工厂，也许补助不一样，所以通常是说，我给你15万。我走这几年我走完阿里才最划算了没有，就是要照这个用计划来处理，这是关于庇护工程。刚才在讲那个全国商圈哦，你觉得我们台北市的商圈活动做得好不好？都不错。他每次都讲说台北的资源比较多，我跟你讲哦，台北不给开心，你知道这才是问题耶。同样的钱在台北市效果都比较好，我倒是跟你讲商圈是这样的哦。在疫情之后，你知道电商跟物流出现商圈，你知道本来就不是在卖东西，它是卖生活体验、卖感觉的。所以它重，所以是这样嘛。每个商圈要成功一定要有它的特色。所以我们绝对，所以这有几个要做的。第一，政府还是要帮助企业异化的，这个还是要知道的。在疫情两年当中我看新加坡政府一年编4亿的，两年8亿，我说大概换算成台币。那雇了1000个那个年轻人他们新加坡所有的中小那种摊商啊、夜市全部异化。所以坦白讲在整个疫情期间他们的异化没有趁机异化。所以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政府要帮助中小这种夜市啊、商圈异化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其实政府要开始用设计说，怎么让他的是塑造那个商圈的特色。因为在电商物流的时代，商圈不再是卖东西的，卖东西直接在电商买就好了。所以你的问题就是大概一个是政府要帮忙异化，然后政府要帮忙这个商圈有特色。但是我还是强调竞争的原则，像我们在台北市是这样嘛，钱在这里，你们自己来申请，你要有计划。为什么你知道？天助自助者，你自己都不爱想，都要等政府给你救，那么可怜。那你要看领金概念，我们就钱给你。所以应该是先有计划后给经费，而不是先把经费给你再去做计划。我想是这样。好，大概简单的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好，谢谢柯主席。市长想请教一下，就是那个之前有说过自民党的干事长说台湾没办法参加 CPTPP 嘛？那这个是跟洪城他今天是有驳斥了这个说法，他说他没有说过台湾不可能。那当然不会讲不可能嘛，政治人物一定说困难，他不会说不可能。不过我觉得是这样的我看说那个叫郭国文的，重点是这样。我常说政府还是要诚实面对问题嘛，把问题讲清楚。到底台湾什么时候可以加入 CPTPP？ 请民进党政府明白的告诉台湾人民。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，那我们的应变方案是什么？这才是要解决的嘛！政府每天欺骗人民说我们在申请啊，说就又是一样，又是另外一个反攻大陆的案子。还是那结论啊政府要诚实面对问题。如果台湾在现阶段没有办法加入 CPTPP， 那我们的应变方案是什么？这要解决嘛！政府都不敢面对问题，每天弄一些旁边这种无关的事情来干扰，